其实 Sky VR 的购票方式和跟叮叮棒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这里呢是以充值卡的方式来购买入门票的，所以入门票呢是不能和叮棒统一的。这也意味着，如果你购买 Indoor 或者是 Outdoor 的入门票，你是不能用同样的入门票去玩 Sky VR 里面的游戏，必须重新购买入门票。在 Sky VR 的主题乐园里面，每一令吉就代表一个 credit。有些游戏的入门票是25令吉，有些则是30令吉。游戏的时间呢，则是介于10到20分钟左右哦。哟，我也在我的 vlog， 我今天去哪里？去跟丁，呀，我已经在跟丁啊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跟丁啊，很多人啊，看吧，都是人啊。OK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去看，这是我们主持人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先要玩这个，啊，这是我们主持人，这一边啊，这里，在这里。没有错，多多吉他。如果大家有时间等的话，真的是推荐大家玩这个 RoboCaster， 因为这个游戏呢是 Sky VR 主题乐园里面最刺激的游戏了。入门票呢是30令吉。
面的画面，他的小脚，兴奋的小脚。我第二个选择的主题呢是关于海底世界的，所以影片的后面呢将会提供一些画面给大家看，所以记得看到最后哦。你会看到我的头转来转去啊，其实是因为里面的画面呢是蛮精彩的，无论是头上啊或是脚下都有虚拟的鲨鱼游来游去。但是个人是觉得啊，这个主题乐园比较没有那么刺激。我刚才玩的那个题材，它是指是讲说把 helicopter 的剧情然后掉进去海底世界，里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动物哦，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应该是可以开。保持社交距离是不是？很可爱哦，我要看他做什么。整天的票的话，也可以单单购买其中一个主题乐园的入门票。但是如果你打算待在跟丁一整天的话，当然是买全天候的入门票比较划算啦。详细的票价呢，我已经拍给大家看了，大家可以详细去看看哦。澳洲的丁榜呢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，所以呢我们这次选择在 Indoor 里面以及 Sky VR 的主题乐园里面去游玩哦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非常的棒，好的，还要玩吗？啊，可以，我觉得如果想要看完整的文章的话，都可以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。对了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以订阅代替掌声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是家人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我们很快在下一个景点再见。